你们别伤害丽丽，我又难受滚到底啊。有男朋友挺有钱呀，不过我这可是清一色杠上炮，3600万。我从秦英那儿得到的消息，这是个局，想要的就是南一博手里的股票，应该就在这个渔村里。你就别进去了，如果我蛇里面了，你得去叫人。那你把人救出来后来找我，咱们立马去警察局。好，要是听到我发出口哨声，代表营救失败，你就赶紧走，不要管我，去找南明。报告南总，监控到了秦小姐的位置，开往了大渔村。不用盘山了，所有车辆立刻掉头，前往大渔村。是。